醒啦，来，喝点粥。昨天你一天都没吃东西呢。睡得好吗？嗯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呢是解酒药，你吃两片，管用，晚上可以醉，白天还是得清醒的。 你要是想徐子言的话，小琴叔可以随时把他送过来。我手头有个急单，一会儿还得去公司，我争取上午处理完回来陪你吃个午饭。没事，你不用管我的。我让小琴多帮我看两天子言，嗯，你该忙就忙你的。我待会儿喝完粥就回家了，这事儿拖不得。 也逃避不了，顾佳，你确定现在的状态可以吗？这事情得解决。 北京游乐园的人给我买的，说是让我体验一下年轻人的喜好，随便吃两口就扔了。老公，你在哪儿啊？什么时候回来？啊，看情况吧。你知道的，就是公司以前离职那个孙旭，他一直觉得对不起我，喝大了，我留下来照顾照顾他。你没喝多吧？没有，没喝多少。 老婆，家里还有现金吗？你给我拿点儿。哎，你不是上周还上上周你刚拿过钱吗？啊，这不请一客户吃饭吗？那餐厅的 POS 机坏了，微信也刷不了，我就付的现金。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这个事儿。是谁让你下决心生产的蓝色烟花？是我自己。 没有人影响我。回来了。 离婚吧，我错了，我不能离婚。我不会让你净身出户的。你是子言的爸爸，你将来过得不好，我跟儿子也都会担心。儿子的抚养权肯定归我，烟花公司归你，茶厂是我的。这套房子卖了以后作为分割。至于你父母那边。 你自己去跟他们解释。你别说这样的话，我不能没有你和儿子。看在儿子的份上，再原谅我一次。这事没法原谅。你出轨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儿子啊？你要不要做这么绝？放手。 为什么总是这么咄咄逼人？从恋爱到结婚，到创业，我们两个之间每一件事情、每一个决定、每一步，不都是你做的决定吗？那我是什么？你的附属品，万年配角。你为什么总拿余光看着我，高高在上？这些年，别说你仰视我了，我不敢奢望，我连个平视都没有。我只想当个好设计师。 是你说的，必须要出来替自己打工，我就从最好的团队退出来。
当了这个徐总，这些年日子过得是好了。你心里的蓝色烟花，是这座楼的顶层。我只想做最美的烟花，难道我没有妥协？我没有牺牲吗？为了你和儿子，我说服我自己，心甘情愿了吧？你说服你自己，就是你出轨的理由了吗？我没有给自己找理由。 话说这份上了，我就说几句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话。好啊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吧，我听着。开这个公司，我心里真的不清楚吗？每次财务找你，又找你谈公司发展。 是不是你签完字我才签字？就算你不在，谁管着谁？我心里清楚，我不傻。大到公司发展，孩子的教育，小到我晚上要不要吃晚饭，我穿什么袜子不都是你做决定吗？我在你面前像不像个男人？我不是。徐子言是你的小儿子，我是你的大儿子，对不对？这些话我憋心里憋很久了，索性我今天全部说出来。 你终于说实话了。原来你一直这么看我，是我们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，对吗？出轨不过是一种表现形式，即使没有林有有，我们俩也过不下去了，是吗？ 我还一直活在美好婚姻的幻想当中呢。那这样正好，那我们离婚吧，对我们两个人来说，都算是一种解脱。 对不起，我不会离婚的。我不会让我儿子在没有爸爸的单亲家庭里长大。你懂吗？我不可能选择你。我不懂。你别走，喜欢上。
你干嘛呀？你不能走！小寒山，小寒山，你走！